第十三题，阿石驾车于笔直道路上向东行驶，右图是他 T 等于0到10秒钟的 ST 图。他说在10秒之后呢，阿石仍然向东行驶，但速率渐渐变慢。他请问你，当他到15秒的时候，可能到什么地方？我们可以从图上面很容易、很简单可以看到，如果阿石用同样的速度一直往前进，他就会走到了乙的位置。所以他如果走到了甲，就表示他的速度变快了。他如果走到了丙，就表示他速度变慢了。但是他呢，基本上他在这题里面他不会走到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走到丁，表示他回头了。可是题目上面说他持续的向东行驶，所以他并没有回头，他只是速度变慢而已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有这样的简单的分析，我们就知道呢，因为他变慢了，所以不会走得原来那么远，所以呢，他应该到达的位置呢是丙。所以我们第十三题的答案呢，要选择的是 C 丙。